這個呢就承接去年年尾啦，我們都有一個假期，那個呢就是連續兩個月都不間斷呢去讀經的弟兄姊妹。今天呢就是子言過去呢是51個禮拜，哇厲害，51個禮拜呢連續呢都沒有間斷呢是每人讀一章的聖經，並且 要交問題，好像是這個是啦，咁啊係難度係有啲嘅，但係咧弟兄姊妹嗰個熱心同埋恆心咧，就令到佢咧每日都能夠係浸淫喺上帝嘅話語當中，係得著係造就同埋教導，所以咧係部隊咧就唔能夠唔對你嘅弟兄姊妹咧進行加許，咁部隊會除咗去表即係去係去加許之外咧，更加當然咧。係淨係口講啊，冇多唔多實際噶嘛。我哋會有啲嘅係獎勵嚇，有一個嘅係書卷咧，係送翻俾佢哋每人咧一張嘅係書卷嘅。嗱，而家咧我讀你哋嘅名咧，係請你哋係上台咯，唔好客氣咯嚇。好啦，咁咧係譚永碧姊妹、袁彩霞姊妹、周少芹姊妹、趙張佩華姊妹、陳燕玲姊妹。陸素珍姊妹、譚優惠珍姊妹、林秀嫻姊妹、袁彩玉姊妹、陳煥珍姊妹、係葉淑芬姊妹。咁另外咧係阿黃慧如姊妹都係有份參與呢一個嘅係51個禮拜讀經計劃嘅啊。咁咧我哋好，我哋咧就一人咧一個嘅係書卷送俾大家先。就咧係出年嘅今日啊，應該話可能今年應該就有機會嘅，可能就年尾係你哋咧都係有份參與呢一個嘅行列，好唔好啊？啊，你哋敢唔敢應承我啦？你今晚同我一齊發呢個夢啦 ！I have a dream， 我哋一齊起立啊，為佢哋祈禱。所以我哋將眾位係完成咗到目前呢個階段咧，完成咗呢個讀經計劃嘅，且我哋為佢感恩。而家求你繼續帶領佢咧，係仲有嚇，我哋要進入係以下係仲有係嘅舊約啦、新約嘅讀經，只係求你繼續帶領佢哋每日都係勤力嘅係閱讀你嘅話語，並且裏邊有所嘅領受，有所嘅得著。主，我哋為佢感恩，因為著咧係在座嘅眾位弟兄姊妹禱告，求你讓佢哋都能夠係勤讀聖經。無論是用部隊提供的方法，或者用他們自己的方法來勤讀聖經，在你話裏面有所的得著，並且能夠知道你的心意是如何。主，我們為他們眾人禱告，你繼續與我們同在，使我們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求。